火锅是咱们中国最受欢迎的一种饮食形式，锅里的汤汁煮着各种各样的食材，锅旁围坐的人们欢乐举杯。小米辣，对，小米辣。是我喜欢酥肉，我喜欢饺子。包饺子是中国逢年过节的传统下落，小选手们看到制作示范以后也跃跃欲试。过春节吃的饺子就像你们圣诞节吃的食物一样。做饺子就是面要软一点才好包，这样擀出来的饺子皮就是两边上薄。Yes。 在中国家庭的帮助下，他们用筷子用得越来越好了。干杯！中文就像一座桥，连接着孩子们的友谊。跨越大半个地球的奇妙缘分就因为汉语桥结缘了。对孩子们来说，这一天在日后回忆起来也将是闪闪发光的一天。